茅台。茅台。Good morning， 今天是星期天。我们这个短片精的拍摄的最后一天，第六天，现在是7:15左右，今天的call time是8:00，今天是最后一天，就剩下整个戏的第一场、第二场，大概是这样，然后剩下有一些小的 pick up 音色的。我们要拍的第一场是在这个校园里面，女儿的毕业典礼，然后第二场的话是在我的修车厂，影片的一开始的那一场，我跟客人的一个这个画面。过得很快，六天好像一下就过去了，头两天好像稍微慢一点，然后后来啪啪啪啪，现在就第六天了。这个片就要拍完了，有一些遗憾吧，但总体来说也还是挺好，感谢导演他们为这个片子嘛，也是付出准备了很多东西，然后对手的演员，两位演员都非常棒，也是给我很大的帮助。然后在这个拍摄之前呢，也是找了很多朋友来帮忙给我指点啊，提供建议啊，还找了老师给我分析啊，看我演几个主要的 scene 啊，都有帮助很大。所以的话，我想这个片拍出来之后应该会比以前的会进一步。今天是一个人去，前两天是跟那个演我的情人的演员当一起 couple 过去，到了 Chapman 的校园 ，Chapman University。今天就在这个校园里面拍。他们正在布置这个校园的场景，简单的化妆，就把头发稍微有点白。两位录音老师很早就到了，正在等待。今天的校园的这场戏有很多群演，很多学生，就是那个修车厂的那个 Glenn， 他也来演学生。Hello, Glenn. Hi, so today you are the student? I am an extra as a student. Good. Good. Hello, Glenn 的爸爸和妈妈也来演家长。上 speed， 上四。Yeah, try to like hide it.
我们校园的这个毕业典礼的这个戏拍完了，现在去那个修车厂，然后先吃完饭，然后拍剩下的。Let's see rehearsal now. Watching the empty space, and then he will come back to the key cabinet. What do you guys call this? Key control. Absolutely still, please. Thank you. Please keep the generator on. Thanks. Keep the generator on.5点钟左右 wrap， 就整个6天的拍摄就结束了。然后，6天拍完以后，现在是5点半，然后拍完了拍出来，先回家。刚刚最后一个 shot 要结束之前，我看邮件发现，像是试镜了一个 TV series 的角色，我被 pin 了。意思就是说我被到了最后一个环节，选了可能几个人两三个人，然后看我们的时间是不是 available， 然后可能再过几天就会确定，或者说过一个两个礼拜就会知道最后的结果。就是说从表演的角度来说他是 OK 的，你是 OK 的，但目前就是可能有几个他要看看有没有谁不行，时间不行的，或者说是有其他的一些考虑，就不是最终 final， 但是基本上是几个当中的一个，两个三个当中的一个。哇，非常开心。虽然没有，我一开始以为是被 book， 后来查了一下 pin 的意思就是在几个人当中在选择。